到结束只耗费0.03秒，一般电联最多8到10遍，他们却可以在观众一眨眼间换一张脸，15秒内就已经换了16张脸，平均换一张脸不到1秒钟。神乎其技的技艺让欣赏的人人都大开眼界，即使已拥有如此精湛的变脸技巧，他们也并未因此而停下自己的脚步，还是持续锻炼自己的技艺。Let u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to welcome the Dream Chan Performance Team from Taiwan.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台湾国宝级变脸大师欧俊成老师和心灵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变脸。脱一副面孔。